如果把棒球和格斗结合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样子呢 ？The Third League 就是这么一款风格奇特的对战游戏。玩家在游戏当中的目的非常简单，就是挥舞手上的武器，将反重力球狠狠地往其他对手的脸上砸下去，而对方打过来的球，玩家也能够迎击打回去。对战模式中可以自由选择2到4人对战，越多选手在场上，场面也就越混乱。玩家必须要冷静应战，才不会一下子就被迎面飞来的球给打飞哦。每个选手都拥有各自的能力以及特色，像是 Raptor 可以用龙卷风般的打击将球加速， Dice 可以利用桌球拍打出变化球， Candyman 可以把球打入异次元再从另一边飞出来， Ledge 会将球吃掉之后走到敌人面前再退出来，而 Sweep 则是可以利用滑板在空中击出下坠球等等华丽的技能，每当球被击中一次它就会加速。如果大家不断击球，那么球的速度可是会越来越快，甚至到看不清楚的超高速。伴随着高速下的战斗，战斗场地的背景也会产生变化，仿佛是被选手们的战斗力给影响了呢。玩家们赶快呼朋引伴，一起加入这疯狂的高速斗球吧！